唱歌时想换气可以怎么做？让帮助唱歌时换气，可以下巴抬高还是下巴与地面平行？王一中一定是以前小时候成长的过程中乱鬼吼鬼叫惯，应该是太用力，他兴奋，所以这个地方会用力。人只要一在情绪里面，人生不是只有喉咙啊。所以你开始在学手语了，对不对？晚间六点，京都念慈庵全民新攻略。